就在这儿吗？是的，我们这是街头快问快答，就简单问您几个问题，然后会有小礼品。嗯，没问题。那开始了，您最喜欢的颜色？蓝色。深蓝。您最爱吃的水果？橙子，甜橙。橙子吧。最喜欢的一部电影？理查德·柯蒂斯的《时空恋旅人》。时空恋旅人。那最后一个小问题，如果您和暗恋许久的人见面，第一句话会说什么？暗恋许久，我觉得他……我这个人记性不太好，应该也记不得了吧。记住我的可能性不大。今晚间我有个私人的分享，我只是想起来沈一晨的意思，你要谈过恋爱。